Hello，Hello，hello, 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先7点半到8点先播一会儿，然后8点的时候联机跟 KB 联机玩一个拆炸弹的游戏。谢谢 Rainy，节奏大师在线，轻松拿捏鸽子音游大逃杀。还想看主播玩更多节奏游戏，现在把我玩到3的第4年。谢谢大头小雨健康快乐，三位一体魔法学徒小涛和朋友一起尝尝互相添堵的旅程。对，你只是一只小白兔，特调小队成员汉瑟姆，你好，的一个小勇敢的机关通终结者。希望这期高光时刻不断，每个密室都能准时下班。谢谢阿木木农姐姐，学员构想家是在问校长上任，从此雪人成了主播直播间网友们的小小暗号，期待一起开启第四年。谢谢桃桃乌龙包，幸运主播快速通关13F，什么时候2皇刷 get 更多成就？谢谢影桃桃要身体健康。分牌 AI 内核强大，记忆超绝，小小按键不在话下。希望主播早点通关。这是什么？啊，那个。拆网公敌，谢谢幽灵宝宝，萌新降临，开启新旅，你不要压我的键盘，开启新旅程，赛博、滑雪、足球，新体验，来。有点热。今天简直巨热，42度，应该出了趟门要化了。什么？萌新开降临，开启新旅程，赛博、滑雪、足球、新体验、璀璨烟火，照亮雀跃身影。这是什么？
谢谢有余年，是随时能掏话筒的掏不绝，是十分讨人爱的掏飞车，是记忆无敌史黛芬，是侦探学院小考第一名，是优雅永不过时的文化人。露露现在胖了，肉墩墩的抱着。谢谢伊辛尔，今年唯一一次大富翁水友赛，主播负责貌美如花，水友负责赚钱养家，均副卡加玩游戏就为了升级这个家，再来一次水友赛。行，找时间。大富翁水友赛哈，你的指甲又长了。谢谢，哪儿去了？谢谢丽丽依依。PUBG 北京市第一狙击手暂时下线，杭州市第一狙击手即将崛起。谢谢无影，真爱垃圾小游戏果冻快递，让我在工作困难时期感受到纯天然的开心。不要吃我的猪蹄，走开！我还没吃饭，走开！你都，你看看你，你看看你。控制一下自己，要不然变成露珠珠了。谢谢露露甜心猫，随沈侦探的脚步抽丝剥茧，关于民国风景，找到哥哥案子真相的同时被，更被爱国志士所感动。谢谢陈实。总有些惊喜的机遇，让我遇见你。因为3周年，因为3周年了嘛，过得真快啊！3周年了。他想啃我的猪蹄，你好烦。我先啃一个。哪儿去了？谢谢婉婉淘淘001。博学兔子发出 UNO 申请上全是办法，掌握通关号码，手满满。谢谢 Joyce 816，你画我猜抽象画主播常有神来之笔，露个蓝牙笑一下。下一个大作何时在线？谢谢甜桃熊仔冰宝宝。川西旅行团首个轮值团长，胖东也来了，奶酪也来了，奶酪在外面。欢迎来到川西这片美丽又危险的地方。我在啃。
谢谢。哪儿去了？哎，拿在我的手里的。谢谢奶酪兔宝宝，正义兔子呼呼拿刀，鹅城杜少跋扈出场，爱恨情仇何时能了？世事无常，未见分晓。下次再战。谢谢爱吃咸鱼的喵喵酱，谢谢林林子宝宝。一年一度的密室甜谈已上线，大老板谜题解对机高光满满，一心想摸鱼的主播呀。你怎么知道我想摸鱼？别闻了，没肉啊，桌上。谢谢。哪儿去了？谢谢那个冰淇淋宝宝，谢谢。番茄炒蛋加一点糖。没有一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点开《森林进化论》，然后遇见你，是身处逆境绝不放弃，静水深流，运筹帷幄。再一起开启吧，823下一年。谢谢毛茸茸。上线520天了，不如就陪伴你2年了。上周去长白山，很幸运看到了天池，也把这份好运分享给你。工作顺利，来日方长。谢谢海盐滔滔冰，我会21年锈湖听取阿生一片，这点痛算什么？绽放的繁花永远被爱包围。谢谢泡泡要开心呀、魔方转动，风云突变，妙手回春，陶冶是捍卫学国主权，金币追逐星际求生，谈判专家，玩转古玩影视策划，恭喜完美通关！谢谢蓝，雨中开跑迪多，上下大脑开始全场，关关难过关关过，天眼 number one 加速三关完，现在开启第4年。谢谢想吃空心菜。超可爱、超有节目效果的糖豆人是有赛艇，速速回归！救人天下的孩子想念八八三演唱会了，谢谢 Jenny 妮妮姐姐的告白气球，谢谢调调姐姐的告白气球，谢谢一口一个甜面包，双人开店手忙脚乱，红温小熊压力爆棚，消饮料轻轻松松，恭喜主播最后成功赚钱了，期待开启八八三在第4年，谢谢喝白开水不喝汽水。是在里面努力挣钱、努力健身的小狐狸，今天是有什么新的任务工作呢？那个蹲监狱那游戏叫什么来着？谢谢北大兔兔心想事成，小打听在线，专业演技套不牢，套牢万千芳心。X 学校初登场，5G5年弹指间，期待未来和各位侦探合作，破解更多案件。谢谢不悲伤猕猴桃，谢谢爱吃咸鱼的喵喵酱，耐心的手工达人，温柔的数学老师，可爱的樱桃小丸子组合，期待我们的大朋友开启好玩的第4年冒险。谢谢梦里兜兜，谢谢吱吱乱叫。解谜游戏，看完奥运的什么举重拿金牌了是吧？我刚才也在看，我看一眼啊，哦，就是已经稳了哈，是吗？总成绩309，可以，牛牛牛。收官了，就看美国的那个。女排，还有一个什么摔跤是吧？女篮应该是比较稳的。瞅一眼，哎，女排现在意大利领先，很好，很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什么
抽烟那个摔跤的情况，好像那个如果拿不上女排也拿不上，他们最多就能拿一块女篮的金牌，这样中国就第一了。自由式女子摔跤。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项目？自行车。场地自行车是吧？啊、哦。坏了。自行车好像，自行车好像要，那感觉不太行，算了，不关心了，随缘吧，已经很棒了，谢谢，河社拍马而过，状元郎激流勇进是要逃，自由勇敢菲拉达人吗？谢谢 different 2c 言，说说英语正好挺好听，为了多听，决定从这个昵称开始。以后昵称都取英文的，小雨、小勇敢、小自由都超级好听，撒花啊！好，谢谢，谢谢久久爱喝热可可。谢谢丹彤姐姐。好，猎人降流降临，好六阶，不论是答题还是反应速度，都拿烟了，算你拿下第一。谢谢13鱼宝宝，哼哼哈嘿，一拳把你揍晕，嘿嘿，我 Captain Stephen 又回来了，下去吧你。谢谢竹之月宝宝。谢谢脸目低垂享威风的舰长，谢谢奶酥酥酥，斗鸡派对800个心眼子的抢钥匙游戏，宝箱多多小游戏多多，谢谢Rhino Princess 告白气球，谢谢木西雨，谢谢喵星 Cola，谢谢橙子。特意定制了我那永远被爱意包围的灯牌做应援。开场保安不让开灯，最后一首歌了才让我拿出来。我 哦、看到有好多灯牌现场。谢谢兔兔不爱吃胡萝卜，谢谢福福小狗饼，谢谢淅沥沥，谢谢此屯是个小野原，谢谢。龙井茶奇遇马，谢谢安安宝宝，谢谢谢谢的小钳子，演唱会的时候旁边掏出粉色大灯牌，我立马掏出小电台应援棒，喜悦认亲。在第三排延伸台旁边不远，超努力的举灯牌，肯挥棒棒。嗯，看到，嗯，我应该有看到。告诉你，唱歌唱好听，让你喜欢。谢谢猫猫兔兔又是最甜的，谢谢夏意，谢谢银河岁岁年年。有看到大家灯牌吗？你唱《挑剔》主题曲的时候，刚好到我们那场一区面前，我旁边的姐妹一起举了灯牌啊，有看到有看到。谢谢涛子奶酪，PUBG 想方设法对暗号，跑半个图也不见得能找到队友，等等怎么就需要自卫了？居然是链子。谢谢西安，谢谢春困呐，以为是伦理大，谢谢我就是文字现形，小小海龟汤，啊、嗯，谢谢豆子加速成功，2404231带妆主播直播打文字可以载入史直播史册的一天战绩18，祝主播年年18，谢谢一心儿。
谢谢盐在吃水蜜桃，谢谢木木，谢谢一只胖团滚啊滚，谢谢妙想笔记本。过去一年已经玩过20次《植物大战僵尸》，已经变成半玩家新型盲盒，急需防沉迷系统。最近好久没玩了，谢谢风风追，谢谢泛泛吃呗。特别幸福的广州场，他说主播的小雨不一样编曲的小勇敢，还有自由首唱，谢谢下午他。谢谢幽灵宝宝，那游戏是光遇哦，对对对，想起来，谢谢无讯号区，American 阿卡迪亚，明日之城里日复一日的社畜工作，这也是一种直播间套娃。谢谢凌霄 Sophia。舞台粉报道，非常喜欢弦乐版《小勇敢》，自由歌词和曲风都驾驭得很棒，让小雨很惊喜。来主播下一场巡演，确实，我也很喜欢自由的歌词。谢谢，谁还没有个小号 solo 了？谢谢天天幽蓝。谢谢染念寻舟，谢谢一杯乌龙奶茶，2401118中国优汤爱豆的第二个舞台，手拿泡泡枪，台上甜酷，台下软萌，期待今后更多的舞台，也期待开启8523演唱会。谢谢透明紫苏叶，2406117开心叶，限定紫色皮肤的化身，酷帅篮球少年，强势出击对抗猎人，对舞台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了。谢谢 AWW Lin，谢谢卢卡宁宁24061515杭州首播，再次解锁新背景，让我们送的赛博暖房大礼盒还喜欢。包邮区，新生活，谢谢汤汤猪呆又呆，024062622凯里共临毕业季大雨同住。感觉那个自行车可能真不行。哦，女排，意大利2-0了。女篮应该是稳的。感觉最后要 最后要金牌数打平，然后但银牌人再多一点。唉，可惜。谢谢，去了。凯里共临毕业季大雨，重铸新阶段顺利。方言小天才，文涛，酋长，祝你毕业快乐。但这个云贵川的方言学起来的难度跟什么粤语简直不一样，粤语太难了。谢谢安小莫宝宝，05161海口左拿玫瑰右牵鹅，小小水枪呲呲呲，海风吹不散，来日方长，心动的盛夏日落与你。谢谢台南甜心栗子味，
也总算在线下见到主播了，正在戒断中反复观看小鱼的舞台。谢谢安娜妹妹0602武汉户外人潮拥挤不见你，但歌喉治愈心灵，总认为下一次遥不可及，但你说来日可期，江城好，九州阔，愿君遍游不知疲。谢谢猪猪有什么坏心思宝宝。跨年夜，魔术师大再次闪亮登场，高脚杯可乐唱，一起干杯，写新章，期待和万万幺三三写的第四年。谢谢蓝雨儿，谢谢深思三零，爱勇敢，爱自由。0601空客线下可爱的卷毛主播一直在和四周的粉丝打招呼，你相见不辛苦，很幸福，下次在更大更安全的地方见面吧。谢谢做你心上猫。0425见证历史的早安时刻，早八开播算什么？零点开播还有谁？凌晨一点，夜很美，但不及你一分。感谢一路陪伴，第四年继续在一起吧。谢谢芝士玫瑰乳酪。青春学长入职仪式第七次和主播见面，终于来到了我的城市。舞台上自豪的举起入职照，超可爱。谢雨晴晴0412魔法学院生日会，赵哥生日快乐！都是勇敢的人，一起享受这个世界吧。谢谢欣欣一心0712长沙芒果叶万人会场，依然表现超棒，他们都越来越厉害了。女孩为你点赞。谢谢于芝芝0302，济南芒果卡会莫微笑，珠宝 cos 僵尸，请多多抽我互动好吗？以后也要常见面。这是加一，不是加二加三。0517堪比核武器的马拉松直播，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解锁没声音没画面的解说初体验。是那个户外是吧？那次。谢谢宝藏男孩，叨叨，0809无人机演唱会，我们在自由中勇敢相见。如果唱的超好听，本舞台粉狠狠满足。谢谢歌迷子一，23127长沙这一天，我们拥有了很多线下见面的机会，希望以后继续多多见面，也继续，希望继续别抽我互动，多抽我送礼物。谢谢，谢谢呆自然，谢谢小小汤汤这么好。0611北京最后一波，唐唐都光顾了搬空的小书架，北京网友有些惆怅，但唐唐露露现在有大别墅，稍感安慰，期待北京再见。谢谢取荔枝二两，在阳朔飞拉达上说个晚上好。谢谢木匠送他大钻石0120长沙开展，你说希望以后坐的地方更多一点，从100人到前天万人体育馆，露露辛苦一下，我们就多多见面，嘿嘿。谢谢 Reno Princess，谢谢暴躁咸鱼樱花花，谢谢铭刻之戒，谢谢吧唧一口汤汤宝，23101031万圣 NTP 套话，深紫色博士思维引领行动，逻辑解构实践，明确目标，坚定奔赴，自由徜徉世界，拥抱享受生活。谢谢龙喵嗷嗷240326，贴心主播为生日会考虑好多，椅子安排上，抽票箱也安排上。没抢到票，下次还有机会的。谢谢做的最好虾，谢谢丹丹城人类观察日记。啊，主播唱歌很棒，网络见面很开心，大家拿到了小卡也开心，开心开心就好。谢谢瞌睡虫，谢谢冰神李雨冰，谢谢蛋卷火锅，谢谢人球，谢谢卖兔子的胡萝卜涛。终于见到了存在手机里面好久的人。涛涛唱的特别棒，边哭边大叫，嗓子都哑了。期待下一次见面，涛哥能够永远自由，永远勇敢自由做自己。谢谢大叫，嗓子都哑了。期待下一次见面，涛哥能够永远自由，永远勇敢自由做自己。谢谢谢谢，怎么还边哭边大叫？哭什么？谢谢林可素梅素，谢谢 Stella 韩。
广州场超级英语新版本小勇敢还有新歌，现在下场有更多新造型，下次小自由一定能整首跟上。谢谢柔柔中中柔柔我。谢谢31043104，谢谢 Any 万成，谢谢生离，谢谢毛茸茸小桃姐的萌兔火箭，谢谢热晕了仙人掌，养鱼搞钱艺术家出战是阴谋还是爱情？是诱惑还是威胁？你在这闻什么啊？别闻，诱惑还是威胁？金钱猎手第一目标当然搞钱。谢谢爱吃桃的萨摩耶，谢谢小刘无处不在，谢谢甲。十年无成，月平一日。昨天在酒店看乒乓，看得激动。哎，不过这个乒乓球决赛是真的很惊险刺激，尤其是男团。那天演出完，我就开始看，每一盘都打到决胜局，太救命了！女团也很不容易，现在就是差距没有那么大了，感觉。谢谢 Friday M，谢谢我是海鲜开心。他爱豆甜甜舞男超级帅，期待更多的舞台和他爱豆哥，期待跳第三个蜜神，来把523未来无限可能，谢谢棍缠你们是我，哦猫，谢谢大杯加冰三分糖，谢谢桃桃果味冰，谢谢练涛蓄意师，谢谢陶兮兮不兮兮。对对，在最侧边下起雨的时候超级慌，因为既没有雨伞也没有棚，还好幸运没有下的。但是那天对，就下了几滴雨，感觉稍稍凉快了一点。因为我们前一天在彩排，就是巨热，但是9号那天，我感觉。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感觉广州比杭州还凉快一点，但还是热的。谢谢不加糖的糖糖糖呀，谢谢维子，谢谢鼠呆飞儿。演唱会如何唱？超级棒，新歌自由也好好听。在看台看大屏上的主播帅，我下回要不要尝试一下略夸张的妆造？谢谢小钳子，小现在发的汤露烙芬小饼干超可爱，想封存珍藏，但那天夜里太饿，没忍住吃掉了。时代峰鹅城兔少香香脆脆，谢谢断桥桃子起泡酒，谢谢紫瞳梧桐姐姐，上剑1405天，约合3.85年，还在来日方长，天呐！谢谢云影之处，上演唱会才知道为什么总说喜欢就一定要去听一场他的演唱会。哎，我真的太有魅力了！祝贺如果在万人体育场 solo 成功，谢谢。对，可丽脆脆饼，粤语不是那天那个粤语太难学了，上去之后就忘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说的估计广东人都听不懂。谢谢随缘吧，上剑1000天，让一条做个纪念。谢谢生命家的黄桃吧，谢谢抹茶可可西，第10次线下打卡。现场听了小勇敢的自由新歌超开心，还和朋友不认识的姐妹一起举起了小勇敢的手幅。
谢谢鹰，谢谢橙子。收到手表提示，心率高达120。好好好，谢谢富富，谢谢景宇。那舞台超棒的新歌也很喜欢，下次舞台啦。谢谢甲十年戊辰月丙日，谢谢此屯是个小野原，谢谢抹茶可可西，谢谢棍蝉宝宝，谢谢超想 ra 糖猪猪。两位去了，终于参加到开到家门口的线下活动了，挺好。嗯，谢谢文学雨，谢谢猫猫兔兔就是最甜的，谢谢哎北北，谢谢歌迷子一，超爱自由，当时连发3条微博，凌晨听着又爬起来发微博，到第二天听了120遍，这歌词太适合我了，曲风也我也喜欢，谢谢橙子音，谢谢郭的猫铃，谢谢欧。哦哦，小火车呜哇哇呜哇呜，谢谢我是海鲜 Cassie，假装没听见。我那天其实听不太到大家说什么，因为我两个耳朵都戴着耳返，就是基本上环境音都听不到。两口饭啊，有点饿。谢谢。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特别多。哎呦，这个面都粘在一块儿了。谢谢绿松石，谢谢流浪小狗吃蛋饼，谢谢粉粉桃纸，谢谢卖兔子的胡萝卜涛，谢谢元气满满的兔兔，谢谢肉肉多多多，谢谢掏心窝的朋友们要开心，这是什么？侬好呀，上海话吗？阿拉超爱豆。真鹅司老灵光鹅，头丝飒飒青桑，唱鹅好老好听，帅得来哦！Q 我以后趟到上海来摆相，有一半没看懂，谢谢 May Seven 涛。应该是在。夸我吧，我猜啊，应该没说什么不好的。谢谢妹三文涛演唱汇报，当时在内场喊了弦乐版，大概没有唱，这么厉害吗？听出来了，就我当时在现场放那版，我也感觉就是现场听区别可能不大。能听出来啊！
那个葱油拌面，放时间长了，粘在一块儿。燕麦兔的胡萝卜汤，谢谢。谢谢肉肉多多多多，谢谢元气满满的兔兔，谢谢掏心窝和朋友们要开心，谢谢歌迷子怡求翻译前天晚上开场的完整版介绍。我还想怎么说啊？某嗨姆嗨，rap star。伊都像同类的个伊仔来一场养欧 SPA。大家好，我还闷头，听懂没有？大概是这样的，发音可能不准。不论我是不是 rap star，也都想给你们的耳朵来一场音乐 SPA。大家好，我是文涛。谢谢，史莱芬的小怪，谢谢苹果爱吃桃。那场前面看不到你的表情，转头大片，万人灯牌和应援棒真的，一闪一闪，黑夜很漂亮，喜欢喜欢。谢谢抹茶可可西，那场下了小雨就应该想这个时候唱小雨，谢谢银河岁岁年年。托主播的福，北方人在三伏天勇闯热带雨林广州，期待一些唱跳。哎，跳是不太行啊，唱可能还。谢谢范范吃呗，谢谢维子。和循环中许愿，下次能在北方或者周六听到现场。谢谢雨晴晴，文字规则怪谈究竟是会吃花瓣的镜子可怕，还是中奖率极高的游戏机好玩？哈哈，结局达成10%，还有一半等待未来继续解锁。谢谢艾北北，谢谢热心观众薛女士，谢谢永远没睡醒的狒狒。聊着聊着，行，喝一口水润喉，水都没拿进来。谢谢 Lucifer。哦，现在变成3年了，以前是佛系粉，直到今年生日会线下见到主播，变成不佛系的了。对，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特别多，谢谢小小糖糖这么好。坐在了四区 i 人堆里，大家都屏住呼吸录像拍照，回来看别的视角视频才知道小雨的合唱那么大声。确实，我听到合唱那么大声，因为我带着耳返嘛，我其实只能听到耳返里传出来的声音，就你们喊什么我听不到，但是。唱小雨的时候，
慢慢伸出去，我是能听到耳返里传来大家合唱的声音的，就是很清楚。可能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喜欢吧，都会唱。谢谢，心中有你就满足。终于见到真人了，啊，人歌好好听。啊，谢谢。单线程人类观察日记，每次都被大屏冲击到一转大能量，都语无伦次。旁边妹妹笑了我好多次，以后偷偷见面，因为心情会真的变好很多。谢谢猫猫给兔兔喝 Coco Cola 演唱会，当然没去到现场，特别遗憾。放上直播，朋友看到没？激动的想哭。希望下次可以见到。谢谢，我也想吃胡萝卜。谢谢，柔柔中中柔我。我唱歌时候，嘴巴尽量张大，让口腔打开，发音会比较轻松，也会更好的。确实，我就是唱歌，嘴总之张不开。你可能平时说话也这样吧，不爱张嘴。上声乐课，老师也是说我嘴巴要张开，我已经尽量张了。谢谢提的意见，谢谢兜兜兜里兜瓜子，最后把帽子捡回来了，谢谢小曾，我问句，听到喊脱掉了吗？我没听到哎，哦。那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就是很仓促，不是时间很仓促，是那个场地嘛，到10点之前必须结束，所以中间有很多，比如说那个。换人的时候，中间可能本来可以有一些互动什么的，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很多。我唱完那个第二首《小勇敢》的时候，耳返里直接跟我说：“好，不要互动，不要互动，直接跟观众再见。”然后我就下去了。结果到第三首，我以为就是时间还是很赶，就准备下去了。结果说：“我下一个是那个。”九州好像是，对，九州，他说，那个九州这边还没有准备好，那个在台上撑一会儿，呵呵，紧急开始尬聊，所以没有听到你们在说什么。对，他10点之前必须结束。我们前面彩排也是，到了10点，前一天彩排也是10点都没彩排完，后面他那个音响都直接断电，然后你就没有声音了，就只能听耳返的声音，所以还是，不然的话可能时间会更久一点。太晚了吧？他那个位置，市中心会扰民。谢谢橘林日记，谢谢心动捕手，谢谢天天睡大觉。谢谢淘淘宝贝，今天是八岁生日啊，生日快乐！谢谢可丽脆脆饼，谢谢金家九爷的脆脆，耳朵的发音非常标准，谢谢郭的茉莉，现场一听就听懂了，这么厉害！
谢谢橙子。所以我就让本广东人能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标准。那肯定太难了。谢谢 XY 呆呆。谢，只是因为贪吃了一口汉堡，双双变轰轰。友情提示：过马路要专心看路。来杭州司机也会礼让行人的。确实，杭州这边礼让行人还是挺早就有这样的。谢谢，主爱纯熙，谢谢二五八万，谢谢下学年戊辰月饼日，谢谢九九爱喝热可可，谢谢星矢越野，谢谢一颗大西瓜，谢谢呆呆分要睡好觉，谢谢韩宝宝。当天在海边看着演唱会直播，听着就是在海边看着演唱会啊，还有直播。谢团子日常跳脱，小熊岩也可以伸个麦，嗯，也是。那我觉得小雨大家都会唱，我自己的歌。没有那么多人会唱。那正版清轩，写单线程人类观察日记，三首歌全程跟唱，录的视频里全是我的破锣嗓子。谢谢小红红 Little Red， 祝贺涛哥成功解锁万人场。咳咳万人场演唱会主播，因为体涵在穿那么多吗？就是那个最后那身西装有点厚，很热。向主播道歉，没记住词儿，所以没跟上小雨和子悠。那现场不是有题词吗？你们大屏上都有题词。谢谢 anyone 成。看完演唱会准备在广州玩两天，结果赶上下雨，还在机场滞留。哎呀，太惨了！现在杭州也下雨。谢谢肉肉多多多多，明天生日快乐！谢谢面团呼噜猛兔火箭，谢谢正义兔兜兜，谢谢兔。淘淘兔彩虹屁粉，谢谢居居淘淘妹妹，谢谢卡七淘淘，谢谢小钳子，谢谢努力搬砖养兔兔，谢谢歌迷子怡。你们唱不都说了吗？合唱的时候就是很好听。谢谢星矢越野，谢谢大大大菜菜的提督，谢谢风风追，谢谢芝芝美美小布丁。谢谢略略不略略呀，明天生日快乐！谢谢山月迟迟归，谢谢弯弯鱼的为你加冕，谢谢是喷子总会花光度，谢谢紫瞳梧桐姐姐。哦，赢了哈，意大利夺得了女排金牌，3-0，轻松。轻松拿下，然后感觉就是金牌数会打平喽。这次不出意外的话，来一首毒奶。别摸我的水果。谢谢露露一口一个淘宝包，谢谢面团葫芦，谢谢薯呆分，啊，自由的歌词是不是没有？
没办法，下面太咸了，不吃了。没去联机了，我要。谢谢波了波波波糖，谢谢 joy 八八一十六，有看到有人帮忙，看到好多什么灯牌啊，还有人举什么那叫什么手幅，还有什么平板上面，也豆小白喵喵，那有的可能那个太远了就看不清。谢谢银河岁岁年年，谢谢小小淘淘，谢谢十来分的小怪。哎呦，什么印象深刻小故事？什么小故事？这是第一次跟乐队一起。和那个合作嘛，不是，就是和伴奏，还挺有意思的。谢谢云隐之处，谢谢屋里羊羊羊咩咩，谢谢舒呆芬，谢谢木念雪，谢谢呆自然。咳咳李浩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谢谢 Random Princess， 谢谢记忆铃铛宝宝。小红帽，你听到还是有很多人合唱的。有路难，没有路难受兄弟。谢谢乌 B B L A， 咱去联机了，约好了8点。游戏是吧？8点半了，谢谢歌迷子一。大屏上是有词儿的吧？没有吗？是有些歌有词儿，有的没词儿，我不是很确定。每首都有词儿是吧？那你看你们没注意看吧？谢谢小畅，14号生日快乐！谢谢单线程人类观察日记，听了一整天自由。9号飞机上在背词，所以现场跟唱超顺利。低音炮，这首歌确实有点低，我都觉得有点低，所以。喂，但是用女生的 key 唱应该还行。谢谢歌迷子一，
谢谢橙子，谢谢 Billy USA。打游戏了，打游戏了，去连麦了。谢谢岁寿，谢谢传传传传传将，昨天生日快乐！谢谢掏心窝窝，朋友们要开心。先来上海玩，好好好。Hello，哎，你来了，干嘛看到我的笑？来猜猜看，猜，拆兄弟，拆，我先跟你说好啊，这个游戏之前我跟一个朋友玩，非常的以失败而告终了。然后呢，我不信邪，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他太笨了，所以我特地邀请你来与我一起就拆你弹。玩过是吧？不是，这个游戏是一个，就是难我觉点得你应在该于玩过。我没玩过。那你类似的东西你应该也玩过，或者是你遇到过。我觉得啊，这我感觉应该啊，会遇到过吧。难度在哪儿哎，是，呢？没难度，没难度，没有难度。他都玩过，那岂不是？没这事，个我还可有以先失教你。败，就是说他会。不是现实是吧？就是没搞定就对，我可以先教你。啊，调一下我的脑袋。你都没玩过是吧没玩过呀，刚下的。？OK，我给你看看啊。首先它需要打开一个网址，它有两个那个模式，一个是看说明书引导人拆炸弹，一个是拆炸弹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们是不共通的，要通过交流来拆这个炸弹。那你擅长玩哪个？不用上场，就轮流。我把这个网址发过来吧。哎，这怎么是复制传递拆的？弹者不允许查看手册。哦，专家不允许观看屏幕。在拆弹者与专家能够保持对话的前提下，尝试各种有趣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吧？沟通的考验，沟通对吧？你怎么去沟通和理解，就是看默不默契。那我觉得，那你上次失败，你不是。是默契，不是默契，就是表达能力，那你上是理解次能失力。败是你扮演的什么角色？我扮演的猜的角色。你先上号吧，那个我们先从第一关开始。你外里面发了一个那个网址，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打开它。然后你先进游戏吧，那个我网进址。游戏了。哦，那我们先猜一个吧。这什么东西？就是要什么验证码？什么玩意儿？验需证要拆码。弹手册版本什么什么进行游戏，请输入以下验证码来确保你使用了正确版本和语言的手册。你这个网址就是手册是吗？对啊，哎，对啊，那个码是多少啊？哎，那如果我们今天也失败的话，那别，我们不会失败的，是谁我们的怎问么题可能失败呢？啊？哦，我们怎么可能失败呢？
你进游戏不？你选个选一关吧。你不是我验证码是啥？我怎么知道呀？你没有遇到九三幺？快速学下游戏的操作。哦，选中炸弹，把它拿起来，上排中间的模块中剪断蓝色电线。点断蓝色，新的炸弹放在桌子上，捡起这个新炸弹，取消选哦，取消选中，然后这个炸弹不一样，它有第二个模块，一个大大的按钮，选择有大按钮，按下它。训练用的炸弹可以安全随意摆放它。通过旋转查看炸弹各个侧面和。底部右键点击哦 ，OK， 就完事了哈，不小心忘了操作了、哦、OK， 好，就是我们不用联机，就直接一样的，对，我们不用联机，对。那现在是我来，谁来那个啥？你拆第一个炸弹吧，我拆，你来指挥是吧？对 ，OK， 第一个炸弹1-3是吧？嗯，开始哈，开始 ，OK， 开始哈，嗯 ，KB。前10%多少？这个屏幕只有你能看到，你不可以查看拆弹手册。OK， 开始了。那个王子。哦，啊、我知道了。嗯、来，我来形容一下。形容一下。哦，开始计时了，我的天。它有中间上面有一个模块，然后最上面是黄色的，黄色下面两条蓝色的线，下面一条红色的线，然后中间的下面是一个四个。按钮的东西，计时器在左下角，四个按钮，四个按钮上面有四个不一样的符号，啊、然后第一个符号是倒着的问号。哎、等，不，一个来一个来，它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你先六个模块嘛，六个模块嘛，中间上面那个模块不说完了，啊、四条线，中间那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哦，先哦一个一个解决是吧？好，中间上面的那个四条线拆哪个？四条线有，黄蓝蓝红。哦，黄蓝蓝红，嗯，剪第一根 ，OK OK， 然后他冒绿灯了，证明是正确的。他冒的红灯啊，兄弟，啊、大哥，不是，哦，你以为他会不会有好几个都是这个排列的一个炸弹，你就直接找错了？等别急啊！所以我要给你描述其他的模块长什么样子。它有一个那个箱子上有一个序列号，你看序列号是不是奇数？啊，末尾数是奇数吗？啊，你可以翻按住左键都翻动一下那个箱子的四面。其他还有序列号？哦哦、嗯、哦，有个序列号 GW4WI6，六不是奇数。对啊。所以呢？真的、啊，黄蓝蓝红。嗯。哦。还有两分多钟哦。等。黄。剪第二根。那第一根已经剪断了怎么办？嗯，没事，你再剪。哦，绿了。然后呢？然后结束解下一个模块。下一个模块就是中间的下面有一个四个按钮嘛，然后中间的右不是那个右边的下面是一个那个按的那个中指的那个，然后中间下面这个四个按钮，我要给你描述四个符号是什么吗？
什么中右边的中指，就按钮上有个中指两个字。中指是右下角，然后中间下面是一个模块。哦，好大声啊！你先调小声点，没事。中指，不是有那个中指按钮吗？啊，中指按钮。不是那个不重要，中间下面那四个符号才重要。我觉得应该是要按某一个东西。哦、那你说那四个符号？四个符号，第一个是，它是一个正方形排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然后第一排第一个是一个倒着的问号，第二个是一个反着的 C， 就是缺口朝左边的 C， 然后中间有一个点儿，左下角是一个、像一个，这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右下角是一个圆，下面一个竖，一个点儿。要点哪个？左下角是一个，右下角是个圆，一个竖，一个点。不是没有点，一个圆，这个圆的外面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竖杠。还有十九秒，快点快点，哪个？好，随便选一个。点那个。圆下面一个竖杠，再点反过来 C， 再点倒着的问号，错了。不是，你就说了三个呀，你不就说了三个图标吗？哪说四个了？爆了。好了，懂了啊，你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吧？按钮按错了。那重开吧。重试。难受。难受啥？什么好难受的？开，不是我，你怎么你行，那你那边看到的是啥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把打完，轮到你来教一下，我来告诉你就行。哦，又不一样了。那个按下那个在左上角，一共六个模块嘛，然后计时器是在中间的上面，右上方是。你先说一个模块吧。右上方是一个那个四个图案的那个。左下方是五根，先把四个图案给解了。OK， 四个图案的第一排第一个是一个类似于闪电的一个那种符号，或者是N， 知道了你就当 N。找到了。OK， 找到了。然后第二个是、找到了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一个圆圈下面一个小竖杠，然后左下角这是一个好怎么形容？像是右下角吧，右下角 A 大写的 A 的那个中间那个横的下面有一个竖杠，就相当于像一个 T 一样的那个。然后左下四个全够形容完了啊。左下角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左下角是左边一个竖杠，然后旁边一个横杠，然后右边一个倒着的三角，下面一个那种一个啊。你朝下的半圆、中间一个竖。你的思维太不敏锐了。你先点那个圆圈下面一个竖杠的，再点 A 下面一个竖杠的，再点闪电，再点那个你看不懂那玩意儿。OK。对了。然后左下边是下一题，五条线，白蓝黑黑黄。白蓝黑黑黄。对。剪最后一个，错了，红的，看不懂说明书是吧你？他说最后一根是黑线，且末尾号为奇数，剪第四根。啥？最后一根不是黑线啊？仅有一根红线，且黄线不止一根时，剪第一根。那不是这个呀？哪有红线？如果没有黑线时，剪断第二根。嗯，否则剪断第一根。那就剪第一根。对了，啊，难道不是第一根吗？我刚刚说第几根啊？你说最后一个，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按那个按下了？按下，它也是个按钮，它也是个模块，它也是个拆除的东西。这怎么拆啊？按黄色的按下长什么样？黄色的按下，然后中间是两个黑色字儿，按一下，按钮是黄色的。稍等啊，按下，
还多久时间？还有一分半，加油！哦，那没事，我啃个猪蹄。按下，你先按住看看长什么样。按住。嗯。哦，右边有一个红色的条。红色条。对，刚才是。计时器到一的时候松开。计时器任意位数到一的时候松开。哦，对了。过关了，朋友。牛牛牛！那我来了啊。你可以打开那个网址、哦、我来，不是，等等会儿，我先熟悉一下这东西。三粉前90%，我的天，剩余51秒，哇，你很快你就要突破你的好友榜的好友的排行榜了，我跟你说，看我的，真的啊？行啊，等一下啊，我先看一下这个拆弹手册。嗯，这么长吗？那我看哪个呀？看哪里啊？我会给你形容。不是，我就是你给我形容完，我要找到那一页，对不对？一共23页。对。对。行，好，来来来，你开始吧。来了啊。嗯。我们跳着关打啊。嗯。第一关是先把那个剪连线的吧，一共6根线。OK， 6根线。白色、红色、黑色、白色、黄色、红色。是什么？问我，或者是你直接说什么白什么？说颜色。白、红、黑、白、黄、红。白、红、黑、白、黄、红。第四根线。剪掉，我沉默了，哥们儿。第四根线剪掉。哦、对了 ，OK OK、嗯。然后是那个之前你那个键盘的那个按钮，就四个。四个的啊、那个嗯！等一下啊，我看看。第一个是。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你说。第一个是倒过来 C 中间一个点。你先等会儿，我先理解一下这两句话。你四个。我跟你说，今天这场玩完，你之后的节目肯定有大放光彩。我跟你说。哎，他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按照。它这个一列一列的是什么意思？是顺序是吗？嗯嗯嗯嗯嗯，你看呀，反正文字不写了嘛。四个上下顺序呗。啊，在对应一列。第一个是反过来 C 中间一个点，一个是三角形，但中间是镂空的，它这个三角五角星啊，说错了，五角星镂空五角星。嗯。啊，一个是。长得像弹簧，横着的弹簧，就是个撇过来。如果你拆成字母的话，是一个 C 加一个 Q。嗯嗯嗯。啊，还有一个是反过来的 C， 然后呢，中间一个横杠，然后上面有两个小圆点。OK， 先那个你说的最后的这个两个小圆点的这个反 C， 然后是那个反 C 中间一个点，然后是那个一个 C 一个 Q， 那个最后是五角星。嗯嗯。OK， 对了。嗯。然后是有关叫迷宫。迷宫？等会儿啊。对。我让你给他们看看那个手册，网址打开，你可能要开看那个，看那个，哦，要给大家看是吧？对对对对对，要给大家看网址、哦，要给大家看网址。那没事，你先这关，这关先过来。这关之后啊，待会儿下一次，我不知道。是好，不然我这边直播播啥呢？对不起，等一下。不是迷宫哪有迷宫哦有迷宫你说迷宫它是有两个绿色的圈然后有个白色的方块和一个红色的三角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些东西根据圆圈的位置来确定迷宫拆弹者必须用模块四周的方向键来引导白色光点使之抵达红色三角形不谢兄弟 respire 还有多久那还有2分钟，那个绿色的圈在第一排的第二个，嗯，然后呢还有一个绿色圈在最后一排的第二个，然后呢就是红色的三角形在，他要找到这个最后一排的第一个，他要找到对应的图形是吧？就那对，他让我上下左右嘛，两个圈让我移动嘛。你说在第二排的第一个是吧？不是。第一排的第二个，嗯，然后呢？最后一排的第二个。哦，我知道这个了。然后那个，然后白色的点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个。
哦，那他要去哪儿？我看，必须。老红色战友现在最在最后一排的第一个。最后一排的第一个哈。对。他不能碰到那个什么。还有一分半。不是，等会儿。嗯，我把这个打开啊。哦，最后一排。显示器材子。哎。快！不是，我在给他们看这个，不是，他不能碰那个圆圈是吧？我不知道。你的是在最后一排的，你就一直往左走呢，往左走四个。一直往，第一个就错了，往左走第一个就错了。我那个白色的圈在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哦，那往下走一个，然后往左走五个。OK。哦，过了，然后最后一题是按钮吗？四个数字，然后屏幕上有显示数字的，就1342，屏幕上写一。第一个什么数字？这叫什么模块啊？不知道。完了，这你这咋这么难？不，你上来给我来个高难度的，我没玩过呀，你能不能一步一步来？密码模块、特性、排性，什么东西？这叫什么模块？端口表，我炸了，记忆模块是吧？我炸了，那个模块叫做已经炸了，我不知道，嗯，我炸了，哦，那个模块叫做，哦，记忆模块，嗨，叫做对第十一页，你不是你开吧，是不是得把这些手册先熟悉一遍，我才能知道你碰到的是什么模块，我才能再找到它。没必要，就是慢慢玩就懂了。你熟悉一遍，你要看一晚上。那重试，你直接开始，我再给你弄。OK。别预习啊，我们就直接做。玩的就是心跳是吧？拆弹专家就是大街上找来的一个，对，就是搞对，先给你先记忆模块吧，好吧？太有压力了，我的天！第一题是四记忆模块，等会儿我先理解一下，按一下正确按钮。第十一页，我知道，完成所有阶段解除，按下一个错的按钮位置的顺序为左，从左到右。如果是第一个数字是几？四，按下第四个位置的按钮。OK， 第四个位置按钮是三啊。然后第二题是二，显示的是二是吧？嗯。按下和阶段一中你所按下的按钮位置，还按第四个。OK。然后呢？第三个是四。四，按下数字为四的按钮。OK， 然后第四题是四，按第四个按钮，第四个啊。好，最后一题，第五题是一。你第一次按下的数字是四，是不是？第一阶段，那现在数四是在第几个？第一个四三二一。那按那个四，按第一个啊。啊，重开了啊！第一题是二，按下第二个位置。那个、他刷新了啊啊！第二个啊啊，第二个是第二是几？一是吧？好，一，刚第一次按的是。然后现在是几？现在显示的几？一，不是，你刚才按下的是几？现在按数字为四哈。OK， 数字为四的按钮，数字为四的按钮。OK， 第三题是一。那个第二阶段二，你按下的按钮数字相同，你刚才按的是数字几？第二就是。我操，我忘了。不是，那要么你告诉我，我来记嘛，要么自己记住。你又不跟我说，我哪知道你按的是几？啊，不，重开。操！忘了。
几啊？别别别别，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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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分钟开始，刚才时间不够，一个大重开是吧？大开大开。哦，很不幸啊，没有那个记忆模块了。我觉得有一个那个，我觉得屏幕上有个，不怪你朋友。别，你这话说的，怎么能不怪他呢？难道是怪我？好，我现在开始啊，那个先把迷宫走了吧。好。迷宫的话，绿色圈在第二行的第一个。嗯。然后和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嗯。然后呢，白色的那个方块在第五行的最后一个。嗯。红色三角形在第三行的第一个。第三行第一个哈，走往上走两个。OK。往左走两个。往下走一个。再往左走一个。再往上走一个。再往左走一个。嗯。再往上走一个。再往右走一个，再往上走一个，再往左走，上，对，右上，左左，嗯，下下，OK， 过来，嗯，然后那个键盘吧，形容一下键盘，这键盘，就是不就是那个四个图案那个，那叫键盘，哦，来，那个，一个是实心的五角星，嗯。一个是 U 中间插了个 I， 嗯，然后一个是正的 C 中间一个点，嗯，U，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B 和 T，OK，、okay， 我知道了，那个 U I 第一个，然后 B T， 然后 C 点加那个五角星，五角星最后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白色按钮叫按住，白色按钮哈，按钮，白色按钮，按住，炸弹上有个写着 car 的指示灯吗？ car 什么 car？ car 的指示灯有没有？没有啊。如果是写有按住的红色按钮，如果不满，如果按钮是黄色，如果炸弹上有几个电池？电池没有看到啊。有上面有写引爆吗？你转一下。那个炸弹有没有电池？没有引爆，也没有电池哈。啊、也没有那个 CAR 的指示灯。嗯嗯。按住按钮，接着参考。松开按住的按钮，哦，按住按钮，然后彩色光条右边蓝色，在显示任意数位显示4的时候松开。OK， 过来。然后还有一个是、啊、屏幕上是个文字啊，是个您的。然后呢，下面有六个按钮，也是中文，是没有什么，就是按等一下，等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模块，那模块上面屏幕上有写一个中文，写个数字，然后下面有一个二乘三的一个。关于它叫什么模块？啊，对对对对，上面屏幕上写您的，您的，您的，就你的那个您。你下面一个星星，然后一个德，还有50秒，读出某一个按钮的标签，并且前往第二步。您的啊，您哦，我看到了，您的是左上角有一个眼睛，第一行第一个左上角有，是不是要点这个？啊、啥意思啊？你点一下，点一下，不是读出它的标签，第一行第一个。什么标签？第一个，它有字吗？第一行第一个有字，它第一行第一个是中文，什么？是中间和好，上面写的是哦，时间到了呀，要，屏幕上是您啊，什么玩意儿？这个这么麻烦吗？你说啥呢？你刚刚？我都没看懂。刚那个。他读出某一个按钮的标签，并且前往第二步。就是，你不是有一个二乘三的吗？就是第一行的第一个是什么字儿？然后他要，然后到第二步。嗯，对啊。就是第一行的第一个是什么字儿？然后他要，然后到第二步。嗯，对啊。刚才啥字儿啊？中间写的。我忘了。我已经炸死了，我已经
看第一步找到的标签，找到下表对应行，这个模块能够按下写有该行最先出现字词的。哦，中间空准备好什么没有？哦，开了啊。行，什么时候才能拆好啊？那得看你啊，你过了就我给你折磨你了。蓝色按钮按住。蓝色按钮按住。新的一天，新的拆弹。那个，加油啊，拆弹员。蓝蓝色按钮，有没有终止？有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啥也没有，啥也没有。有四个电池。四个电池。有没有 FRK 的指示灯？没有。有没有引爆？没有哈。没有，没有。那就是蓝色。那你就按住，你就按住。有没有指示条？白灯，白灯。白灯显示一的时候松开。OK。然后刚刚那个记忆模块1342，那屏幕上写4的那个。嗯，等一下啊。你要 DT 来吧。嗯嗯嗯。屏幕上写4，下面是几？下面1342，1342，上面是4，那就按那个2，就是第四个。错了，错了，我按错了，我按错了，1234，屏幕上写1，那就按2，OK， 我按2，然后4213，屏幕上写3，按一下第一个4。OK， 然后3412屏幕二，按钮数字相同，你要按下二，不是就是数字显示二的。OK， 2314屏幕33，你要按下第二阶段，你按的位置是第二个吗？你按的第二个，你按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这真的吗？真的吗？嗯，错了。啊！哦，重新，2314屏幕上二。2314，二对吧？按第二个，三，按第二个，然后3421屏幕上三。就按那个第一个三。啊，然后。2431，这真需要笔。按下数字为4的按钮。嗯，然后2314屏幕上一。第一阶段按下的按钮位置相同。第一阶段按的位置是几啊？第二个吧？第三个吗？按的是数字3吧？这真得用笔，我记不住。过了，第五个。几？3241屏幕上三。刚才你按下的数字是几？我按的是3。那你就按那个。过了。然后迷宫是那个，迷宫是圆圈在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然后和第四行的第二个，然后的白点在第五行的第三个。重说一下第几？第五行的第三个是白点。对。然后呢？第三。那两个圈在哪？绿圈，第二个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和第四行的第二个，然后红色的方块，红色三角形在第一行第四个，还有25秒。红色三角形在哪？第一行的第几个？第四个。然后那个圈在最后第四行的最后一个。8。往上走两个，上左上左。啊！操，炸了。啊！我拿个笔记一下。那你太失望了吧，涛？不是，我刚才找不到这一页。对你还是有点失望的。我要拿个笔记了。他啥意思？我这玩的时候都是三个，他那边因为难度一下加了呀。有不记啊！哎我操，兄弟啊，那个先剪线吧，先给简单点的吧，一共6根线，
白黑黄黄蓝白，白黑黄黄蓝白，白黑黄黄蓝白。剪最后一个啊，有个四色方块，嗯，好像是第八页吧，好像是，嗯，有个四色方块，然后现在是亮的黄灯，哎，对，黄灯闪一下，嗯，就是右边那个是黄灯吧？对，右边的黄灯，黄灯闪一下，嗯，然后呢，多一次闪烁，就闪一下呀，啊，啊，啊，就红红蓝黄绿嘛，黄灯闪一下，啊，啊，啥意思啊？序列号是什么 ？WM3BU3。WMBU3。WM3BU3 哦，要按的按钮什么无失就是无失误，一次失误，两次失误，现在没失误，黄色闪光按绿的 OK， 之后黄绿黄灯一下绿灯一下，那我现在要看什么呢？无失误的话，黄灯一下，绿灯一下，黄灯，绿一下，那就是绿黄。OK， 然后现在是黄哦，现在是黄绿绿蓝，黄绿绿蓝，那就是绿黄黄红。OK。黄绿绿蓝黄，那就是绿绿黄黄红绿。OK， 然后是那个文字，就是什么文字？就是上面就是一个二乘三的那个东西嘛，到上面写个东字，东东东，写个东，写个东字。哪个东？东东。哦，知道了，那个第三行第一个是啥字？叫行，哪个行？行哦哦，行好，你行，你我来说字，你看到最先出现的什么字，然后按照那个按钮啊，这个行，您，你，好了，稍等一下，不太对，下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干嘛？我说到的这些里面有没有出现的？有你，啊，那先按你，错了，刷新了。屏幕上写等字，然后呢下面是泥泥巴的泥，然后好像好了你的下一个什么，不是，你就说一个最上面那个就行，第一个是什么？最上面那个是泥哦，泥是，那就是第三行最后一个是什么字？第三行最后一个是什么？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什么？第三行第二个字是什么？什么？听我说，你稍等一下，你的您，ni 好了，不太对，好像你不重新说一下，就是这些字出现了哪个你就按哪个，就是最早的。屏幕上出现一个等字，那下面按键盘是六个不一样。咋又变成等了？等。屏幕上出现的是等字。等，那就是还是第三行第二个是什么字儿？什么？哦，我这不是念的吗？我现在报字儿，你那六个字儿六个按钮里面出现了什么？你就点什么？啊、你出现什么了？我来说，你听着，你错了，点什么错了？啊！什么？不是你懂你懂不懂这个题要干什么？我以为你知道呢。我不知道。就是听我说，刚才我跟你说了，就是你上面不是有一个字吗？你告诉我之后我去找，嗯，它有个出现一个小眼睛，小眼睛是第三行的第二个字，这个就是这个字
我问你是啥，你告诉我是，然后比如你刚才你说这个是什么什么，那我就看什么对应着有一排字儿，然后按照顺序我就开始报，如果你最先听到哪个是在你那六个里面有出现的，你就去按它就好了。就刚才我说你稍等一下，你的您 NI 就这里面如果那六个里面有出现哪个就按哪个。什么意思？嗯，我没事，我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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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眼啊。他就这些东西嘛，什么？对呀，这怎么都是我在干活？怎么都是我在干活啊？这不应该呀。你来，你来。妈一次没拆成功，我就气死我了。好好，行，那你来，你来吧。你快成功了，其实你差一点点成功了。那来，你再试一次，去给他成功了。我试一下，来，新的一天，新的拆弹，好吧？行了。拆弹专家靠你了，开始了啊！我玩的是二点三啊，二点三光啊。我玩一点三，你直接是二点三，这么难？没事，你到后面肯定是把这个要非常熟悉，不会得最难的得把这些都背下来吧？那就太变态了。四色方块，闪蓝灯一下。四色方块，闪蓝灯一下哈。那个暗红的红灯，错了啊？哦，对不起，我忘问了那个序列号了。序列号是什么？没有，那就没有元音字母。OK， 我知道了，一次失误，蓝灯，按蓝灯，按蓝灯。OK， 蓝灯。嗯，然后呢？蓝黄。蓝黄蓝绿。蓝绿 OK。嗯。蓝黄黄蓝绿绿 OK。什么？蓝黄黄绿。蓝绿绿黄。OK， 蓝黄黄绿蓝，蓝黄黄绿蓝，那就是蓝绿绿黄蓝。OK， 蓝色按钮按住。蓝色按钮的按住，没有电池呢什么的。电池没看到。没有，那就还是按住它，有那个蓝色光，有什么光条吗？蓝灯。蓝光条按到显示四的时候重开。OK， 那剪线，剪线是黄蓝红黄黄白。等一下，没找着，我没找着那个。黄蓝红红黄黄白是吧？黄蓝红黄黄白。剪第四根，剪第四根。OK， 好，最后一题是那个记忆模块，二三四幺，屏幕上写三。等一下。二三四幺显得三，按下第三个位置，按那个第三个四那个。啊，第三个。OK， 现在是三幺二四，屏幕上写二。第一阶段按下的位置按钮，按那个第三个位置。三个，那是二 ，OK。然后是二幺三四，屏幕上写二。第一阶段按下的数字相同了，按找四，四在第几个？四在第几个？四在第四个。OK。按四是吧？对。OK。然后二三哦，三二四幺，屏幕上写二。第一个位置是按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几？三啊。三。然后三二四幺，屏幕上写二。第二阶段所按下的按钮数字相同。完了，第二个阶段按下的。第二个阶段数字数是按钮位置相同还是数字相同？数字相同。第二次你是按的第二个按钮。那是二。那就二。过了啊！过！啊，不容易啊！牛！还剩多久？给你随到那个，剩一分零四秒。不错，可以。来吧，交换。那我来，交换。继续。
你可以玩，我刚刚玩的是 2.3 啊，你可以玩 2.4， 然后你可以在设置里面打开有一个叫做禁用模块的一个选项，然后有个解锁全部关卡，你可以选4。这有，就是现在我现在能点 2.1 2.2 2.3 2.4。那你直接点 2.4 吧。OK。等等，稍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我先把结账结了。是谁？散人，剩余五秒，这么极限？有一个剩余59秒了，这么猛吗？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好了 ，Go。来吧，3分钟啊。那个按钮的按钮的白色的，然后上面有个引爆两个字儿。引爆。对，然后电池的话有两个，白色引爆。电池两个，我都没玩过这个。我觉得大概率我要按住，你就看那个白色按住是什么东西。那你按住吧。然后显示应该是一吧，我猜啊。白色白色灯条，白色灯条。一手松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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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白色灯条。白色灯条在计时器任意位数选一时松开啊。那不是，那你再看看。引爆、哦、你看看引爆的。如果炸弹上不止一个电池，提前写的引爆，按下按钮并立即松开。哦，好了。嗯，然后那个四色灯那个。OK， 说。现在一次错误是吧？对，那个蓝灯闪了一下。那个哦，等一下，训练号，我看一下有没有原因。A E I O U 有没有？原因有原因，嗯。啊，行，好吧，你说吧。一次失误，蓝灯。蓝灯按绿。嗯。然后蓝黄，绿什么？绿红。蓝黄蓝的就是绿红绿，对，绿红绿，对，好了，那个，哦，迷宫，然后第二排第一个和第三排最后一个那个图，然后，对，我先找到那一页，我操，迷宫的那一页，比较靠下，迷宫第几页啊？哦，找到了。嗯，第二排第一个和第三排最后一个就是定位的那个点，那个图你找到了吧？第三排最后一个。对，然后红三角在最后一排的第四个，白点在第四排的第三个，第四个，对不起。红三角的最后一排的第四个。对，白的是第四排的第四个。第四排的第四个。第四排的第四个。还有14秒，快。上右，哎，上怎么上呀？按，不是按方向键，按那个鼠标点进去，有个上下左右。来不及。那这个红三爆了。嗯，只有3分钟。哎，那个红三角有什么用啊？它的意思是啥呢？它就是你嘛，你要走到从红色走到白点那个，然后那两个绿圈是帮你找到图。哦。那我那个上悠悠还错了呢，那你炸了，来再开。等一下，我把机房给截了，我还啊，爆炸的，开始了，左下角，那来先迷宫，迷宫的绿圈是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和第四行的第二个，你找到那个图，第二行倒数第二个。和第四行的第二个，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和第三行第二个，哦，找到了。然后红色的在第二行第一个，白点在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红色的在第二行的第一个。嗯，我怎么过去？倒数第二行的白点在哪？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右。嗯。是要到红色的三角形是吧？右不对啊。右不是红的到白的。红的到白的，白的到红的，红的到白的，红的到白的，红的在哪？红的在第二行的第二个，对，第二行第一个到，那是就
快点兄弟，第二行第一个，一分钟啊。左下不是第二行第一个，第二行第二个，你讲第二行第一个和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哪个是白的，哪个是红的？你都讲清楚呀！红的是第二行的第一个，我不行，你讲，我血压上来了。第二行的第一个是红的，那另一个不就是白的吗？啊，对呀，第二行第一个是红的，但我现在要引导白色到红色那儿啊，要红色到白色那儿啊，白色到红色，不是必须。哦，白色到红的。你急啥呀？白色到红色的呀。哦，那你说，那你说，不好意思。你他妈凶什么我？你凶我干什么？不猜了。来，你别急，你知道不？你别急，是白的动白的，不是动红的。红的是不能动，你要白到红的到那儿。所以那你走呀。你在哪儿啊？你现在？这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那你左下右上上。上上，左上左下左下左下左，左上左下左下左上。你到哪了？我炸了！没事的，不会炸死了吧？你说的稍微慢点啊，那个。啊，行，你别凶我呀！你凶我干什么？搞得我像做错了一样，我还在怀疑我做错了吧。啊，我以为是红色到白色。你凶我干什么？你不准凶我了，下次不允许了啊！再来，开始了。再来剪线的啊，迷宫就先硬刚迷宫，第三行的倒数第二个和最后一行的倒数第三个，你先找到那个图。啊，找到了。然后红色的在。第一行第三个，白色的在最倒数第二行的第三个。左 ，OK， 上，右，左上不对，上不行。左上不行吗？上不行，你是不是找错图了？你现在在哪儿啊？倒数第二行的第二个。倒数第二行的第二个。是白点是吧？对啊。红点呢？红点在第一行的第三个。啊？红点它不会动啊。我左了呀，我不是左一个，然后要上吗？现在是往哪？啊，上啊，左上不了啊。啊，左左。左左，左也不行。上。你是不是找错图了，兄弟？我不可能找错啊，哥们儿。啊？你给我等一下，我把那个图拿出来，我现在。别干什么呀，还接老本啊，你作弊。我动不了了。你在哪儿现在，第几行第几个？我现在回到原点了，倒数第二行的第三个。你是倒数第二行的第三个，那就是上左左上左。那怎么又变成上了，刚才不是左吗？哎呀，炸了，你怎么说以前的事呢？你我服了。别急，我缓一口缓一口。真不怪你兄弟。快了，你看。别真怪我兄弟。别下次一遍刮的啊。别我最后开一把竞赛，我认真玩一把。闭住哥们。继续啊，我重试了啊。我们俩你重试吧。他一共有四五个，你不是你这水平咱别 2.4 行不行，先 2.1。行真行真行，你先出个飞机。2.4。行那连 2.3 都那么难。快你快点快点快点。2.1 啊 ,2.1。别呀，操。一口吃个胖子非得。那你来吧，你说吧。五分钟啊。谢谢。哎。哦。先剪线吧。剪线四根线。黄黑黑红，只有一根黄线的那个应该是适用于只有，哦不对，四根的线的我没看过，我刚才看的是六根线，剪第二根哈，确定哈，黄黑黑红，对，不止一根红线，序列号末位为奇数，剪最后一根，不是啊，不止一根红线，它只有一根红线，那就剪第二根，剪第二根，好，对了，然后那个亮灯那个。亮灯的亮了蓝灯，
现在没有食物，然后序列号，哎，蓝灯、啊，序列号是哪儿来着？哪个是序列号 ？EIOU。哦，序列号有 I 有 I 有原因有原因，有亮啥灯来着？蓝灯。蓝灯。蓝灯那是红红红。蓝蓝那就是红红。嗯。红红红，这么简单吗？那、嗯。蓝蓝蓝红，红色是对应的是啥？蓝，红对应蓝。OK， 好了，然后那个四个的那个就是，那个图案的那个符号的那个四个按钮了，第一个是，X 中间有一个 I， 然后 B 和 T 组合的，还有一个像六，还有一个就是，竖横倒三角下面一个反着的半圆，下面一个竖杠，竖横。倒三角，竖横倒三角，反着的半圆，就是很长得像斧头，这样吗？那就六，加那个，没事，时间加那个斧头，加那个斧头，错了，不是，那不是斧头，就是左边一个竖，左边一个。竖，然后中间就是一个横杠，一个三角形，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行，一个 E 吧，六，六，然后呢？六加 TB 加你说的那个竖 ，OK OK，、那个、过了过了，不就是八爪鱼拿个长矛吗？都过了，二杠一还是简单。啊，下面一个 M， 我跟你说了 ，M 也可以。然后呢？得会形容。好了，过了。这个他比我会形容，过了。那你玩 2.4 啊？你确定 2.4 吗？你先把 2.3 给我过了。2.3 挺难，我跟你说，咱俩刚才 2.3 过了半天。你先把 2.3 过了。先给你过，给你过，给你过来，来来来来。你就自己。这 2.3 你都过不了，还 2.4 呢？一下少了两分钟。啊！来来来来来。开啊，开始了，等一下。嗯，哎，哦，亮灯了。现在先这个，就还是刚才这个四个按钮这个，还是那个 X 中间一个 I， 然后右边是一个，一个左右颠倒的一个 D， 但 D 是大写的 D， 中间一个不是，就一个半圆实心半圆，右边一个 T 很长，然后是我刚才说那个特别复杂的那个汉字一样的，然后右边是倒着的问号。那就是那个半圆加那个很复杂的加那个 X 和那个倒着的问号。OK。嗯。然后剪线的六根线，六根线这个应该是我盲猜剪第四根。对了，然后迷宫来迷宫。What the fuck？ 迷宫，快快快 ！What the fuck？What the？ 迷宫第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和。倒数第二行的第三个，你听清楚，是第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对对对，你再重新说，重新说，再说。第一行的倒数第二个。第一行的，对，第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和倒数第二行的第三个。然后行 ，OK。然后白色在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红的在第四行的第三个。左下下左。左下下 ，OK。有，然后是那个数字那个记忆了啊，记忆了啊，朋友们。什么记？什么记？就那个记什么？3124那个上面一个显示一，记忆模块，记忆模块。3124显示一，按下第二个位置的按钮。OK。然后显示四，显示四，按下和第一个阶段中按下第二个位置的按钮。OK， 三，
按下 OK 三按下